新北市大约有152万户的公寓，至少有60万户无电梯。对身心障碍或者是失能者，以及上下楼梯有困难的民众来讲，相当不便。无党团结联名，呼吁大家多多关心，来提供帮助。新北市大约有60万户的公寓无电梯，对真侪民众，尤其是长者或者是身心障碍者来讲，相当不便。但是新北市目前只有25台爬梯机提供服务，严重无够。目前这个爬梯机25台，其实拢予咱的新北市市民借去啊。我住遮嘛要好用吼，其实住伫老旧的公寓5楼的，这就是叫做无电梯。那今仔日家境若较好，拢会去住喺有电梯的所在吼。所以这个1到5楼，像有一些失智失能或者一些重瘫的，他必须要用这个爬梯机吼。无党团结联名进前召开记者会，呼吁社会大众到底来关心这个问题，嘛先关注10台爬梯机，希望市府提供奖励制度，鼓励更加侪人来关注。我们无党联盟啊，捐10台，还有新庄主席捐1台。还有3重主席建一台，还有中和主席建一台，那么今天总共有13台，然后还感谢他们大家的爱心啊，所有付出。目前新北市中介修理户以及介修理户是免费使用，另外嘛，为106年开始提供专人爬梯机上下楼服务，欢迎有需要民众提出申请。记者彭建凯、林金如新北市场报道。